led by Chief Abbess Venerable Manka。亲自体验浴佛或为自己写下正向祝福语，由佛光山西澳道场、国际佛光会西澳协会等单位举办2024佛诞节暨多元文化庆典，像是数十义卖、百人太极多样活动，可见参与人潮相当踊跃。现场国际佛光会西澳协会会长曾景元也亲自接待来访贵宾，佛光山澳洲总住持曼可法师也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小孩们进行佛光宝宝祝福礼。And Perth is a multicultural city。精彩活动白天延续到晚上，联合办理的博士市长出席致辞。2024佛诞节暨多元文化庆典不仅是一场文化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吸引超过20,000多人响应。众人也期盼透过这样的活动，为世界带来更多的爱与和平理念。人间卫视澳洲博斯综合报道。